这是吧？啊。我想吃点歇下的。你这边呢？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在这个印儿的中间，是吧？嗯，挺正的。嗯，挺正的。如果不正是挑哪里？还是挑这的？还是挑这儿。嗯，你跟他说的要求，这个孔的要求，这个光必须点在中间，然后你看一下是左右偏还是前后偏的，你看一下它在条上面的螺丝，这哪边螺丝，这是往这样，是这边翘起来，就是这边紧的话，这两个紧的话就是光往里走。你上侧面照一下，照侧面能看见吗？你得顺着它，顺着看能看到偏不偏的。看到了，嗯，比其他的又广。点，点，点，点。点，然后就现在这中间了，然后就。